佢都唔差到市，就話而家喺場上見或者兩隊嘅頭面當中咧，最年長嘅兩個，但係阿和哥其實而家有心有力嘅都做。文雪就阿和哥尋日都有踢波喎，咁啊同阿優Sir嗰啲一齊踢下啦，咁啊當然大家都就住嚟啦。 神鵬一陣，和哥今日出得場，咁嗌回上陣好啦，係咪？好啦，白色衫嗰陣香港明星隊啊，橙色衫就係西街明星隊。哇，所以佩奧爾咧就同粗顧葉要打翻個右後衞嘅位置啦。好，華羅俾上嚟，大衞偉嗱接高佢，但係發出要冇問題啦，可以接得到。哇，差翻嚟再俾迪比亞路，咁啊彈翻過嚟，竟然用冇問題嘅比波啊，執埋喺中間再上射，但麥迪達嘅起腳呢邊高嚟路都到。你睇到啊，迪比亞路波啊！ 即係 no look pass 啊！當佢轉翻去左腳嘅時候，突然間用腳面咧就揞翻俾佩奧爾。呢度嚟過長程炮，處邊出界啊？下下啊，范俊業射波嘅就係托迪。呢度又嚟過係中距離嘅施射啊！今次係射中目標嘅，但係喂嗱，佢都仲跑得。而家佢而家。 亦都印度球隊嘅總監，亦都自己有一支球隊啦，就係喺美國嗰邊踢緊嘅，一支美國嘅球隊。我哋俾佢朱兆基攞翻落嚟，話俾阿卡奧Sir，話對住阿佩奧爾擺橫，睇下想唔想射先啦，想起腳啦，對方都到啦。阿卡奧Sir睇嚟可能今日真係未必踢得好長嘅時間啦，睇嚟走起上嚟有點辛苦。不過相信佢都覺得今次機會難逢啦，同咁多隻世界名宿同場去到比賽。 比快中間，大家都好多遠射啊！入邊特別係世界明星隊嗰邊，偉達啦，咁啊頭先都起個腳，托迪亦都去遠射，乜似華朗就嚟一個更遠嘅距離笠埋去，不過冇問題啦，咁啊翻上近地亦都係再俾翻李華度，戴維娜俾個短嘅文迪達轉過嚟佩奧爾，再俾個直線有冇越位咧？睇嚟冇啊！迪比亞路，哇，好輕鬆啊！李華度掃把腳搞掂。 八分鐘啫，世界明星隊嘅領先啦。應該係冇越位啊！雖然呢個波看似射馬就個力度就麻麻，但係當時范俊業前面嘅視線咧都受到幾大嘅遮擋。首先，因為世界明星隊打開紀錄嘅就係前巴西國腳，你話到啊？睇下中間似乎真係啊，高尼路啦，同埋就包埋嚟嘅唐文咧，有機會係包咗越位。 哇！講超當然部分嘅比賽亦都有VR啦，但呢場冇嘅。好啦，睇下少奇走過嚟，我對住馬特拉斯過咗之後再擺過埋咧，斯維斯達。好啦，左腳出埋嚟，想咩歐維都得配合熱好定啊！咁啊，嗌翻落嚟，再俾卡華路，文迪達根本都幾積極啊，俾過嚟。李華度再傳，好啦，迪比亞路跟住對住韋豪，哇！帶埋中間，咁啊，跟住隔離有咩人咧？想自己嚟扭就過到韋豪，都過唔到韋文啦，咪韋豪死纏爛打。 山上呢邊攞翻啦，我都係節奏，大家就唔會話好快嘅。但係喺嚟到禁區邊啊，射程範圍咧，大家都絕不吝惜佢哋起腳埋門嘅。港越嘅球隊騰澳嘅，我近年都開始咧就好多嘅交易嘅職務要做啦。好啦，大衞威啊，推上嚟咧，想自己嚟咁啊，隔離托迪，佢想個高嚟到兩又得喎，但係范俊業救到啊呢下。 哇！范俊啱啱落地咧，差走咗波，大衞衞嗱起腳咧爭咁啲。所以睇到大衞衞嗱係好想表現自己嚇，去到中介線附近攞完個波，自己啊殺上嚟嚇。迪比亞路扯入嚟，范俊業嘅世界啦！你話哇，阿佩奧爾仲好撞得下，吹罰。你可以睇到阿佩奧爾嗰個精神仍然係同佢當打時一樣。剛才你見到佢如狼似虎咁樣一個再上步啊，又得。 你阿佩奧爾又鏟，咁但係朱兆基醒啊，食咗你個腳位先。好啦，叫翻入中間，但係個波大力咗，咁啊俾阿華朗截到，自己射都偏離咗個目標嘅。見到阿范俊傑好淡定，你件波控甩咗啲咁多啊！哎呀，文迪達再埋會唔會犯規咧？冇喎，冇吹罰喎，卡華路殺上嚟，俾咗托迪。 托迪撳翻出嚟禁區邊，你話到特登漏嘅，哎呀，呢度甩須啊！又踢一啲明星賽啦，當時就係祖雲達斯明星賽，就斯丹明星隊對迪比亞路明星隊，我托迪你一腳，我哋王子托迪嘅入波，2-0，拉埋去尾柱啦，攞得都幾盡，亦都角度好靚啊，真係。
咁除咗話睇托迪呢下硬去遠處咧，硬得又勁又靚之餘咧，啊，俾個波佢嘅李華道，你睇翻佢個 low look pass， 望咗，盡量表演啊！你見到而家世界明星隊啲球星啊，好啦，呢球波又係啦，逼埋逼得幾快，闖去遠處，好啦，呢球波好大機會真係啊，咁啊俾多啲機會啊，豬仔犯進去表演噶啦。雖然暫時落咗兩球，但係其實咧，我哋見到范俊業咧嗰個表現咧已經係相當唔錯。嗱，文迪達通埋大西，但係仲有范俊業，不過都係危險啊！咪忍一忍呢個假動作，飛一飛，令到阿柱仔打咗落地咧，見到文迪達先再起腳。呢個波其實你話易射咧，其實都唔易嘅，因為佢成日衝網頂。其實如果射歪一啲、大力啲咧，隨時就出咗界。啊！呢下俾佢裝咗偉豪啊！偉豪都有啲大意。估唔到佢呢下會繼續去推噶，嗱呢下作勢好似想比咁，令到偉豪有少少擘開腳啊，跟住推又走咗啦，最後啱啱令到范俊業咧撲空嘅。其實我哋成日講即係啲好波嘅球員，留意一下佢哋啲細微嘅動作啊，或者啲用波嘅細節咧，正正係講緊呢啲。個偉豪架住位先，再俾過嚟。好啦，傻邦防喺中間，左腳撳個地波埋嚟，我搞埋出翻嚟，偉豪機會嚟啦，射埋嚟啊！但係正中嗰啲啊，詹士接唔到，亦都牽動到其他球員咧，係個表現好咗好多。好啦，呢邊迪比亞魯史士豬仔啦，又再一次啊！個今日啦，真係啦，即係你個個啊，咁啊睇到而家呀，咪呢下炸埋咗喎，豬腳推甩腳，又嚟個粒射，但係豬仔話你咪玩我得㗎。输了三球之后咧，香港队嘅防守就睇嚟再加强啲。史尼达再嚟一脚，中到笼嘅，哇！主裁今日都有排防啊，真系呢下又系中笼嘅。可能系咪足总安排咗啲即系教练课程，即系做定啲片啊，做定啲好嘅示范啊？史尼达俾个直线，咦？达维纳有得去三下喎，吓对住阿伟豪过咗伟豪，伟豪系咁啊拉住佢，其实吹罚佢应该要。其實要吹牌過啊，拉到啊，但係偉達成個坐低咗，話冇吹牌，唔係啩？可能列國民話你都射咗咯，你都得益啦，冇啦冇啦。不過偉達因為個職業生涯都去過真係好多唔同嘅地方，一啲真係退得比較耐球員咧，佢算係交足功課㗎。好啦，安基斯，你啊同朱基嘅配合做得相當唔錯，再放咧係個波俾康廉，睇睇啦，康廉入咗禁區㗎啦，面對住佩奧爾。俾翻出嚟，安基斯起腳，哎呀，可惜有少少彈隻 Q 啊！兩個比較係叫做仲係踢緊嘅球員合作啊，安基斯同埋阿康廉啊。個高尼路、偉文同埋偉豪咧組成個防線，李華道攞到左心邊有人嘅，華麗一級。不過佢呢啲招數咧就萬事萬靈咁滯啊！繼續又係大衞偉，哎呀，推下推下自己冇乜力喎、啊。哎，高尼路唔敢掂佢，唔敢掂佢，唔好嚟，唔好嚟。好啦，偉達左腳咧，呢次又係過唔到范俊業啊！哇，似乎佢哋最多嘅對碰，偉達就啤角啦，啤個位置都試過咁滯噶啦，都係過唔到范俊業。托迪望望兩邊嘅轉移，好啦，利華道攞到個波，佢啲真係叫做魔術，哇！見到真係嚇你一跳啊！嗰兩下左搓右拉，係咪打後撐啊？又唔係，咦射又好似未射到，但係話誒，你諗住我唔射咩？我又突如其來搓呢個波，真係咁樣收死咗范俊賢。真係我哋嗰個角度睇得好清楚，真係擺落個角嗰度，所以范俊賢冇計啦嚇，冇計，真係睇住啊！個個都埋嚟盜我啊，李華道，但係最好嘢就係佢底下嗰個後撐好似挫俾阿迪比亞路，搞到阿李偉文咧要褪後兩步。再送上嚟，哎呀，呢球波都爭啲係啊，咪偷到雞啊！可惜啊，咪最後皮里斯個波咧，俾啊我哋香港明星隊球員截到，但係好快控球又落翻喺大衛威納，呢球波去呀！其實都係咁做啦，大衛威納俾個波都靚啊，啱啱落咗個係啊，咪食股位，可惜皮里斯揞嗰個波嘅時候咧，但呢邊搶到好啦，朱基攞到，咪俾個連安基斯打佩奧爾，哇！招牌嘅鏟截啊，真係鏟翻落嚟。咁啊，同埋真係有咁樣嘅態度啊，翻嚟即係分到盡，落腳去鏟準嘅波。佢真係冇揸流灘㗎嚇。球員睇到佢嘅足球智慧啊，叫做啊。好嘢，范俊業出咗嚟，哎呀，真係空門嚟㗎，唉，全面出界。
哇，都嚇你一跳啊！但係無可否認啊，你都睇到托迪，我哋講緊個足球智慧或者閱讀球賽咧，真係係去到60歲，可能都仲喺佢個腦海裏面。華朗，好啦，呢度截到轉射機轉到身，左上面空點喎，整個直線冇錯，康廉攞到，搞掂啦！哎呀，真係冇運中柱，好彩仲有個梁振邦好追翻粒啦！啊，真係～看到整個形勢下半場來到這個階段，香港明星隊攞回入球呢，似乎都是當是馬後炮啦，意料之內的嘛。這個確實比較歐陽耀聰，歐陽耀聰會不會射啊？真的球波他想學李華道啊，不過這次他是用右腳，但是可惜啊，有些炒高了啊。好嘢啊，皮里斯呢下其實一失了球員已經想追回下來，不是就做不到這下要包夾的了。繼續皮里斯，托迪扯埋中間機會，三分落嚟第一時間，哎呀冇計啦！呢個波，大衛偉拿終於可以喺呢場比賽裏面開齋之餘咧，其實香港明星隊已經係做到最好嘅。咁當時啊都冇乜點甩位噶啦，但係我知個波省埋嘅時候咧，雖然係 block 到，但係改變方向。喂，康廉啊，安基斯喺度。但勝在真係世界明星隊嘅後防嘅路數啦、身位啦，我都想得唔錯啦。摩連迪斯嘅機會，但灰熊到，但摩連迪斯入埋球正吹罰咗，犯咗規先嘅。哇！呢下兩邊都要讚，要讚就讚摩連迪斯同隊友之間呢個配合做得靚，但係更加要讚就係蘇偉全，其實佢呢下翻翻嚟，即刻遮翻條線，擔翻住個位。但係球員佢哋本身即係可以話身經百戰，睇埋呢個進攻先講。皮里斯，哎呀，真系冇得傾啊！呢啲搏呢啲咁嘅黃金機會落咗喺呢啲球員腳下咧，唔好話一定入啦，但起碼嚇個成數係相當高。你可以睇到佢啲反應啊，皮里斯嚇，費有少少唔開心嚇，咁容易俾人過嘅。嗱，我冇喺中間一撩咧，撩得好靚啊！今日可以正正嘅睇明叔究竟個體能嘅狀態啊，而家個狀況保持成點啦？九陽耀聰，或係康廉啦，俾過嚟，左腳就揞翻後，傻邦攞過嚟，我哋佩奧爾都唔好去啦，兜翻轉頭俾翻你啊！我哋李康廉壓埋落嚟，我睇下就先右腳搭埋大位，再射埋尾處，好，李康廉嘅入波，6-2，追翻球先，康廉亦都希望啦，啲主場球迷幫手吶喊助威，鼓勵一下。香港明星隊的球員繼續努力啊！回咗二度啊！啊，康廉爭少少，爭少少啊啊！佢啲中柱個波爭啲，爭啲，唉，俾阿傻邦執雞嗰下，爭啲，爭啲。傻邦執雞，佢都當半個助攻啦，起碼頭先個球就再繼續個黃之托迪俾過嚟，偉達，我今日好多次都對住偉豪。咁啊，隔離阿斯維斯達幫下手嚟到禁區頂，托迪啊流落去後邊，而家先衝上嚟嘅華朗。我再咁嘅地波埋中間，皮利斯俾韋拿再射都靚啊！呢個波阿巴呀，中柱彈翻葉鴻輝啊！睇嚟係先中柱彈翻阿輝，再入咗。但係再睇翻呢個入波嘅過程啊，你可以睇到皮利斯俾個波嗰個路線係好靚嘅，但係韋拿就喺個遠點位衝埋嚟，咁其實係有人追緊佢嘅，但係佢俾條路線係好就翻個右腳位，所以佢可以第一時間。就燙射啦，睇睇啦。同埋下半場見到希比亞啦，佢領導嘅防線咧都係好能夠。我呢邊再嚟個遠射，有佢好靚啊！呢個波，我出腳又快啦，角度亦都刁轉，仲有勁度添啊！王子托迪嘅起腳喺超過20,000名球迷面前咧作呢個遠射，爭咁啲，再多啲嘅掌聲啦！睇個身形，睇佢今日嘅表現，真係打職業都仲得啊！哇！我諗佢如果肯嚟香港，喂～客串翻三幾場，如果我係有機會做球會老闆或者，好啦，呢度截到蘇偉全，俾個短嘅，傻邦想話殺出重圍唔成功，呢度又係大衛偉拿嘅射波未出界噶，比賽入咗12碼啦，我最大嘅貢獻啊，其中之一就係、是，好啦，俾上安基斯單刀，我對住祖尼奧先殺，再篤埋希比亞救唔到安基斯，睇嚟有機會可以。爭取翻多一個入球，香港都入到第三球，7-3啊！話睇嚟希比亞跑完呢段拉拉地喎，佢追下嘅時候，
咁啊，追完個波入咗咧，佢你睇下佢摸住自己個後大腿啊！班基斯追成係3-7，法定時間夠噶啦。嗱，睇下呢個波嗰陣中俾得好靚啊！嗱，希比亞追佢，冇辦法啦，一個比較當打。